点解要用 anamorphic 镜？你睇下我几 sexy， 配合呢条蓝线，有冇试过拍得够景深，但系镜头太窄呢？又有冇试过拍得够歪，但系冇晒景深呢？呢个就系点解要用 anamorphic 嘅原因。拍40mm 嘅景深，但系拥有24mm 嘅宽度。搞咩？哥哥，哥哥，谁？你睇下呢只狗几卵曳。哥哥，等等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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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等等，哥哥，哥哥。是不是曾经见过很多电影有这条蓝线的出现呢？原来就是 anamorphic 镜拍出来的。啊，好痛。看不看到景深那些波波有什么不同啊？它是变成椭圆形的。是啊，隆重介绍 Bobo 姐。我瘦咗。John Wick 系用 anamorphic 拍嘅。